苦练45日，郑子邦操出鲨鱼线。近年男男女女都兴起操练人鱼线、马甲线，讲到最近咯，就梗系流行进阶版嘅鲨鱼线啦。姚子玲男友有的士邦之称嘅车行太子爷郑子邦，一向都系大只型男。上个月佢仲搵嚟教练进行为期45日嘅特训，苦练出一身子弹肌肉。最型、最正、最吸睛嘅，真系莫过于佢腹肌两侧嘅鲨鱼线啦。操到咁大只，唔通想同女友结婚？郑子邦就话：操练唔系为咗结婚，最紧要系俾个目标自己。做运动系一种坚持。果然啊，外表型之余，心态都够晒型啊！